还有另外一个同修啊，她是1978年属马的女的，然后师傅她有啊，她那个39岁关节过了吗？没有。嗯。哇，那她需要，她是不是有灵性？有。需要多少张小房？她睡眠不好，你不知道啊？睡眠很不好。哦，因为她是一个女同学，我帮她问的，就啊、嗯哦，身体不好，睡眠不好，经常、啊、经常急躁，脾气急躁，嗯，哦，嗯，师傅，她梦见自己就是要生癌症，然后就有声音跟她说要生癌症，啊，然后有声音跟她说不想死也得死，这还不知道啊，劫来了呀，啊，劫来了呀，听不懂啊。啊，是是，自己不好好修啊，邪淫啊，然后还算邪淫啊，对，师傅，他梦到那个他跟他的就是丈夫有一次就是、嗯、就是好像就是抱在一起那种感觉，好像也他觉得不太好，然后就一个声音和他说，看看又抱在一起了，功德用完了，死了，就这样，看见了不啦？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告诉你，然后后来修到境界高的时候，连夫妻都得清修的，嗯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啊，这个除了生孩子，其他的都是属于犯淫戒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师傅确实说过这个事。啊啊，然后师傅他后来许愿就是渡人、发书啊什么的，然后那个后来发了不啦？他啊，对对对，什么叫对对对啊？发了没有？许的愿要对他就是他一直在发书渡人，也就是啊，对的。好了，你跟他讲，叫他把做的功德先抵消一部分，然后让他啊不要走，应该我相信他的功德还是能够抵消的，他这次可能师父给他加持，他可以过这个关的，他死不了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因为他就是之前做梦就是说那个就是师父跟他说那个说时间不多了，哎。好了好了，要记住了，每个人时间都不多，浪费去吧，大家。是是是，师傅，那个就是他那个需要多少小房子，然后放生。一直念啊，小房子一直念啊。小房子一直念。第一波63章，之后一直念。他这个真的很麻烦的，他白无常管着他，白无常管着他，盯着他很紧啊。嗯。啊，对，师傅，他自己的感觉是不是被那个？就是被盯，就是被看住了那种感觉。对呀、啊，等到自己感觉被看住的话，那、啊、基本上就是命半条了，这还不懂啊？好、啊，那他这个需要就是怎么做呢？就是像您说的、就是，怎么做？我就应该怎么做了、啊？现在还有很多人不好好在做呢。哦，还要更精进是吗，师傅？对呀、啊，更精进，死快了才知道怎么做啊？哦、做人应该怎么做啊？哦搞明白了，弟子连尊师重道都不懂，连师父都不尊重、哦，还学什么佛啊？还为人师表呢？真的要了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再搞了，师傅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师傅，他这种情况就是，如果就是不想让师傅背业，然后在佛台上许愿，说要念多少，就是第一波先念多少小房子，然后许愿不用师傅背业这种的。对，弟子你他也用不着跟师傅讲，他只要好好的念经就可以了。消他自己的业力就可以了。好了好了。